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太友小巴士的新玩具。你们知道太友和乐尼的车身是什么颜色的吗？跟着乐乐我一起来看看。玩乐三分钟。这是购物卡，在贩卖机上刷一下。请这个玩具店等。按下按钮。你赶紧把眼镜。把车拿出来。哦，你们看，这是太友小巴士，它是蓝色的。太友出发。这是硬币，放入投币口。给我。再投一个。一对滚。按下按钮。中山灯笼给我改眼睛。又出来一辆车哦。这是乐尼小巴士，它是黄色的。乐尼出发。哦，小朋友们，你们看，贩卖机上空空的，没有玩具汽车了。我们要把新的玩具小汽车装上去。这是一辆公交车，装到筐里，然后拿走。这是一辆白色的货车，装到筐里，拿走。把两辆车都放进贩卖机里。这是黄色的清洁车，装到筐里。好了，拿走。这是一辆小汽车，装到筐里，然后也是拿走。把两辆车放进贩卖机里。这是黄色的推土机，装到筐里吧。好了，拿走。这是红色的吉普车，装到筐里，拿走。也放进贩卖机里。好了，所有的玩具汽车都装进去了。哦，有顾客来买汽车了，拿上购物卡，刷卡。请这个玩具店等。按按钮，汽车掉下来了，是一辆白色的货车。火车在道路上行驶，投硬币，一对滚，按按钮，第二辆汽车掉下来了，第二辆是公交车，开走吧。公交车在道路上行驶，再刷卡，请这个玩具店等。按按钮。哦，第三辆汽车哦，第三辆是推土机，开走。推土机在道路上行驶，投入硬币，一对滚，按按钮。第四辆汽车出来啦，第四辆是黄色的清洁车，开走。清洁车在路上行驶，刷卡。请这个玩具店等。按按钮。当当，第五辆汽车喽，是炫酷的小汽车。小汽车在路上行驶，再投硬币，一对滚。按按钮。第六辆汽车，第六辆是红色的吉普车，吉普车在路上行驶。乐乐学习时间。
小朋友们，现在你们知道太友和乐尼的车身是什么颜色了吗？我们来看看，这是太友，他的车身是蓝色的。这是乐尼，他的车身是黄色的。原来太友的车身颜色是蓝色，乐尼的车身颜色是黄色，你们都记住了吗？这是蓝色，这是黄色。我们一起来找找下图中哪些是蓝色，哪些是黄色。这是黄色，左上角有蓝色，右下角也有蓝色，哦，中间的是黄色。小朋友们，你们记住蓝色和黄色了吗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，拜拜。